起火，起火，起火了！我现在还没起呢，今天是阴天晴天，我都不知道。今天是冬至，我要去住店去吧。现在是在黑龙江小仙岭呢，今天在这找个公寓住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你们说这个咋样？这个看着倒挺好哈，公寓就是那种私人住宅似的。但是它没有洗衣机，这个屋不错，没有洗衣机。我住店主要去洗衣服、洗头啥的，要不然我都不住。一住店拿一堆东西，老麻烦了。看看下一个房间，下一个房间有洗衣机，但是我喜欢这个，但是它没洗衣机也不能住啊。他给我发的这个带洗衣机，但是这个没有上个好哈。你看这个，那这带洗衣机就住这个吧，洗衣机，就奔着他去的。但是环境没有那个好。就是这样的，我是真不能买这老毛嗑瓜子儿啊，我在这嗑的停不下来了，走不了了。哎呀，一嗑这玩意儿就感觉很上瘾的样。好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好像没了就走吧。现在走了，今天有点阴天呐，刚才等了个快递，吃了点饭，3点多。这是阴天呢还是要黑天呢？好像有点阴天，还要黑天。这边4点多就黑天。到地方了，这就是一个小区里，因为这边没有像大城市那种什么万达公寓啥的，然后这种民宿就都在小区里，全程无接触。给我发了个密码，让我直接进去就行，在网上订的。我都没看到那个老板长啥样，他应该是在这个小区租很多套房子，然后出租那种。来吧，我住的都不是这两个，我是另一个房子。咱们看看这个啥样，因为我刚才第二个他不是有洗衣机吗？但是他是一楼，我不想住一楼，一楼太冷了。这也是一个老房子呀。十多年的房子，其实我还很喜欢住，就像那种大城市那种万达里边那种公寓，一色都是电梯。其他两个啊，正常的住户租的就有这个密码箱，正常住户就人就啥也没有。密码箱里放个钥匙，我看看这屋啥样。这样的，这是一室一厅，好像不是很暖和。哎，灯呢？这儿呢。这样的，一室一厅，啊，这是一厅，这还有个卧室。嗯，啊，挺暖和的。一进来这个屋，挺大的热气呀。如果正常租的话，一年也就几千块钱。这小城市房子很便宜，然后他改吧当成公寓。还是第一个装修好，第一个是精装，这都是简装。我主要就寻这不有个，哎呀，太好，地下，你看。这就属于有一个洗衣机，就奔着这洗衣机洗裤子，要不太厚了不干。这个屋还是挺暖和的，刚才我一进来我说，哎，这屋咋这么冷呢？是因为这个窗户开着呢，一关上窗户，这屋里挺热呀。嗯，这屋还行，不是很相中，要不是因为这洗衣机呀，我说啥也不住这个屋，特别这个厕所，这厕所好老啊，感觉你看这地下这样式的，
你说我要是一住店，要是我不相当不得劲儿，妈睡觉都睡不好，就好像拘了宝跳。住店，要不然我就住车里，要不然我就找一个很干净很干净的屋里住。这个还这个卧室瞅着还行，就那个厕所我还没相中。哎，行啊，你们猜花多少钱？谁能猜到这个屋多少钱？小城市嘛，它一定不贵。这还给了两双一次性拖鞋呢，就洗洗这裤子，好，这裤子，这裤子，嗯，里还有这条这个衣服外衣啥都得用这个洗衣机洗，要不然手洗的话它也不干了，第二天。那洗衣粉呢？洗衣粉。这家要轮我。这咋的？你想说啥呀？就是今天你拿洗衣粉了，然后就意思你想的周到了呗。我这把我洗衣服不拿洗衣粉。你那鞋咋跟老头鞋似的呢？什么审美呀？你看，来来，我看看，等会儿，等等，这鞋像不像那个80岁老头遛弯穿的？自己买的。看我的是大靴子，他自己买的是那样的鞋。看我，哎，多么时尚！你现在00后都这么穿，配这个那个这种大肥裤子。完，你那个是30后，你的30后都那么穿，我是奔着00后穿的，你是奔着30后穿的。00后？嗯，挺灵。挺灵。好像。鲁班0.7，快让我的裤子。嗯。啥鲁班0.7啊？你跟谁能沾一起呢？我今天没洗脸。你跟鲁班、元芳、鬼谷子，你能不能站一队？有智慧的。凑一桌。嗯。腿短吗？什么？谁腿短？都是小短腿。你们凑一桌，嗯，再划拉划拉，能凑7个小矮人。我不行，我这一个腿回你们仨呀。哎呀，这是谁家呀？被咋还在这儿呢？啊？这不别人家吗？我上这里找衣服挂了，我一开门，哎，这还一堆破衣服。错了。咋啦？也不是，这是那啥呀？这是谁家呀？想的多，咋啦？拿的啥呀？不是洗衣粉，是去胶那玩意儿。哎呀，刚才还说，哎呀，不知道拿洗衣粉吧？完了，他假装拿，呵呵，他假装拿了，完了还不是，还拿错了，这咋整？这真是过日子的人家的房子呀，锅碗瓢盆啥都在呀。挂哪儿？没有衣服挂。没有衣服挂，挂哪儿呢？乱七八糟一大堆挂。就过日子人家，你说这是年轻的还是岁数大的？好像岁数大的。岁数大的。碗筷没有啊。没有衣服挂，挂哪儿呢？没找着衣服挂，他上车里取去了。衣服洗完了，感觉没洗干净，我那裤子就那样了，也不管他了，我也不懒得洗了。这个衣服挂也不够用，一个挂上搭好几件有的。然后我俩打算出去吃夜宵去，现在都快11点多了，没到12点，那刚过11点，有点饿了。然后在这屋就住着不得劲儿，他你看看着也不埋汰，就是感觉不得劲儿。我的小车在这儿呢，就里边打上采暖，你在里边睡嘎嘎得劲儿。就那个小窝，干啥去呀？一会儿我就在这里睡吧，要不然完上来我就不上去。明早上我上去洗个脸，把那个灯啊一堆呀、啊，啥都在上面充电去。反正也没白住，他去住去，他啥屋子他都能住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啥也没有呢，整个道上也没啥车，静悄悄的。前面有几个亮灯的，奔着那个灯去，看看有没有吃饭的。这
这是一家炸串店，牌匾反光，你们看不清哈。这个是食杂店超市，那两家呢？完了，没了。那两家不是吃饭的呀，不太。炸串这家都有啥呀？要不然吃点炸串，有没有面啥的？吃炸串吃不饱。有三个人坐那儿喝酒呢，在炸串店。再往前看看，再从这条街往前走，看看前面有没有吃的。这都关了，这咋整啊？吃啥呀？要不回去订外卖吧？订外卖应该是能订到全程的，咱们也不能全程找啊，只能在周边撒嘛撒嘛。你看，在网上订外卖还有麻辣烫，但是都好几公里，没在跟前儿啊。这才可以吃，有面条还有麻辣烫呢。大碗，上咱家来吃碗麻辣烫。麻辣烫做不了了，我俩要个刀削面。他要个打卤刀削，我要个热汤刀削。今天冬至啊，可以吃饺子。今天没吃饺子，但是我不愿意吃外边的饺子。面条好了，他的打卤的，我的汤的。你大半夜在这干啥呢？压马路看星星吗？这么浪漫吗？嗯，要不错过这个好时节了吗？什么时节？不冷不热。冬天。冬天的第一碗面嘛，咱们今天吃的。嗯。第一盘饺子没吃上，吃了冬天第一碗面。嗯。开车门儿，今天我在车里睡，分居了。你说上去睡呀？嗯。吃多了上不去了，蹦咖的。你就看着我，就这样的。那怎么都上去一半了，那半上不去呢？哎呀，你这样呢，这在里边睡觉，半夜让人给车开跑了，不知道。你喝喝水。是，那上面有水。我就在这里睡了。嗯，你在这里睡吧。把采暖一开，把车门给我关上吧。采暖一开，看我他看，真的特别得劲儿。可采暖一开，老暖和了，就感觉可有安全感了。真是那句话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，哪怕三平米，它也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。